你要拉住老公，这种可能一头，你两两双我要收到了噻，哎，我是我娘亲喊我签了噻哟。你现在高级直播间的好多人都在下来嘛，稳定点儿了嘛，等等。哎呀，管得严，这儿来又过来，好嘛，不高兴。我说，刚才人家跟老板聊得很好，坐到这里来噻。哎呦，遇见了呀，要弄单脚来。他不是调的，他是我可以去来不干。不，我等等。你忙了，奇怪怪啊，老板娘。这不是表在老板的性格。中不中啊？等会儿还不？我这边我也个人来这里。 弄个，要弄个。弄一个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耶，这东西还有点重啊。成。慢点捡，哎，捡起都不来好努力。嘿，好生溜，滑哦。慢慢来。你自己推。哎，来。 你要慢点，我跟你说，你要鸡婆鞋这个石头青苔刮多的。把洗头一块钱给人要得，不好看。你咋床搬进了？你不搬进，那么弄点上去，你就准备那铺来这个接下嘛。我能咋甩噻？我都来了，你来哦。我在这就，我就每天跑几下，就是噻，也不远点儿。你来得五楼啊？那我想你在刚刚出来，那医生都说又晚不得，又弄不得，楼梯间儿又在这儿在床那些搬进上去。 有事你不说，那要下来坐这儿啥子，先把根拨得起。哎，我看成天甩断，不甩断，那又弄些上去噻。走哪儿都是一样，还不是我弄。那不啥子，你要为了得轻点儿，轻点儿啥子，想吃点啥子都要弄不到。那上面些啥子方便？要吃啥子有啥子嘛，要弄啥子也好弄动。弄啥子到，那好嘛，关键是我老子不会弄。<笑>你别鼓捣了，这儿来心情又不好，你不得表的马脾气的，乖犟的。 嗯，要得。好。哎呀，那日久嘛，这儿刚才单脚台上去嘛，弄过就下来噻，又不到时不远，十五分钟就弄了。只有晚上我就来不到晚上，就只有老子这儿看我要弄娃儿。那要那起码年龄本来有大了，那自己自己那屋自己习惯的，你看都高级去，啥子不方便？然后那哈儿过哈水的了嘛，紧我用我不是自家狗窝。<笑><笑>我嘛，感觉主要是房间那没厕所。 然后再是有空调的话，那上个厕所走多远？穿件睡衣，穿件个盔甲，又不要穿衣服的，爬起爬起去的，害怕感冒，倒是不方便。那得那只屋头，那想走哪敢屋就走哪敢屋。我们上来把床单干净，然后再把人呢扶上去。老郑，你要是来躺下，给你弄得来气呢，我就说你黑。反正不好弄你上去的，哎。 不是重不重，楼梯上折了，不好睡。你这几台才只有。这几台呀，那些顶不过。这几台呀，那些顶不过。我喊喊他整个看。人的问题，人咋个了？人又不能背你，那个。能弄上去了吗？想弄这个安全。抬上了吗？抬上。 我今天折了，怪不转。哎，你不抬，你还抬？抬不动，弄不上去，人。你说我好幸福，弄不到家嘛。给你折脚力了。你来嘛，中。你看是？那我刚才我们还是弄一回来。哼，你看，啊，那我们走嘛。我的手好，注意点。这个后头货。不要，不要老在那后头货。哎。 有床啊，有把床。看海外屌了吗？咱没有呢。不是，不是，这样子的，是往你自己搬上去了。重的很。你说的是要买电梯房啊？谁让你牛的海那哈儿都靠。你没得？还没得青头。我靠，青头，我每天都到。要这个放我那个屋子里头，好像是要重些了。哎呀，笑死！ 哎呀，哎呀！你看我身都弄位置去了，走不动了已经嘞。谢医生嘛。这个背上的那个呀。啊。
好。我把你藏到你就铺下去了，那种。我本来后头打了零九两，我抬不走。你看那些背冰箱啊，背家那个衣服那些，啥都背上去，那些长腿。来，我们两个放了。是，不是？哎，老陈，你我这他妈是身在床单里。啊啊！你别光着玩意儿，你玩。等你过路让他妈家出去都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转过去。我先用了吗？等等，这是顺你台路。哎，我来。好。那你不要那个一口东西也行噻，喝水也行，三种。没。这看我是在调控方向哦。啊？有这有方拉不动的是头。你要拉啥不？这种可能一头，你那样说我要收到了他来，我是我想去喊我签了他要。你要就是啊，拉成啥啥的就框里面，到时候你发进去嘛也说的嘛。那些玩意要带着玩具来。哎呀，哎呦。啊，你不是不带钱，我妈的很麻烦，收到了刚才。那人说喊我。你别在铺头给睡了。那我是我娘亲嘛，那是好奇怪的嘛，好一头的很难你。我什么鬼、啊？我一来的。你一来的、啊，你不是说你收到嘛就不要做服事噻、啊？来，我人拿不起。说嘞，咱家出去就是好生照顾妈来弄饭。嗯，我你也相信，走，去搬人了，这下子。好，去搬人。搬东西去。哎，不要弄我了，走了，扶了我自个。哎、啊，我陈云，我爱很老嘛，我不做嘛。你咋老了说了都比我高调，你还自己不懂。